我看了，伯父的民族气节真是令人感佩，你还回去吧。啊，哎，那你还没说怎么样呢？我会向重庆汇报，如果上面同意，你就正式加入我们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你可跟他们好好说啊，你就说我不怕死，我干什么都行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快点还回去吧。 别让伯父多心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以后你们的行动啊，不要让陈家少爷知道。陈默人就这一个儿子，他心疼儿子也是应该的。金宝，我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？ 别来逼我行不行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这么做，你和裴文都别来逼我行吗？我不管我格，我只管我自己。金宝，你答应过帮我的。我想想。 干嘛呀？不是说好了不见面了吗？佩文，咱们还是一起走吧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最近家里经常来一些日本人，这些日本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一个个都色眯眯的，就想动手动脚。啊？我爸爸因此不让我出来见他们。 可昨天他们又来家里做客，非要让我出来陪他们。我爸爸不同意，他们居然还拿出了枪。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。佩文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人家受了委屈过来跟你说，你还在说我爸爸。哎呀！ 行了吧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觉得他做的对啊？枫叶，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？那倒没有，毕竟是在我家里。可是我怕他们以后会得寸进尺，我真的很怕他们。咱们赶紧走吧。可是咱们往哪儿走啊？就咱们俩这个身份，你觉得咱们出得了南京吗？哎，那也得想办法呀，你想想办法。 你暂时忍耐一下吧，我很快就会替你报仇的。你怎么替我报仇？我要参加抗日了。什么？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你多说，反正我要参加抗日了。亡国奴的日子我当够了，到时候我给你报仇。佩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千万不要出事儿，我现在成天跟我爸爸生气，我只有你了。我知道，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 我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，让你为我骄傲的。乘务员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，林楚仓没出息，汪先生让他劝说陈默人，他死活不来，我只好来了。他在吗？啊，乘务员，不巧，他不在。您还是改天。太太，太太，我家老爷说他不认识你。 金宝，学会撒谎了。不是，娘子，你先进去。哎，程远，您别误会。刚才我在院子里听到这个老头大发脾气，我不是怕您生气吗？这老头他不识抬举，今天您还是别进去了。切，非要他抬举我？我今天来就非见他不可。而且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与慧的大妈吧。 我闺女在他这儿，我来看我闺女不可以吗？
进去跟他说说。好，那您等一下，我马上进去跟他说。伯父，伯父，这程婉媛已经到了门上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雨慧的妈，您就当是给雨慧面子，让她进来呗。雨慧她妈，她也有脸这么说？哼，别说雨慧不在家，就算雨慧在家，我也不会让她进来。陈家今天不放阵，不打发要饭的啊。伯父，您看您这是何必呢？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吗？这程委员也是好强之人，您得罪了他有什么好啊？你跟他很熟吗？这么向着他，跟他走呗。伯父，这程委员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您让他在门口站着，太阳晒着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他乐意站就站呗，你要是心疼他，去给他搬个凳儿。伯父，金榜在北平的时候，程委员照顾过我，您就当是给金榜一个面子，有什么话，让他进来跟您说。行吗？就因为给你面子，我就得给汉奸门户大开。你的脸有那么大吗？没用的话别说啊。这不是雨慧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我来看我的闺女。怎么到现在还不叫我？你要是为了我来呢，就请回吧。翅膀还真长硬了，现在连自己大妈都不认了。刘妈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你回来了。你要去干嘛呀？等一下，程委员，这个老头就是不肯松口，您今天就先回去吧。包金榜，要是你还念在我对你有一点好，记得帮我报今天一乳之仇。雨慧，你回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程委员今天来看你，可伯父死活不让他进这个门。我刚才去劝了半天，他就是不答应。他来看我，用得着你跑前跑后吗？雨慧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是你大妈吧。你给我进来。你听我跟你说，雨慧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可是我也跟你说过，他是我的恩人，我总不能知恩不报吧。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他，可是我却没有告诉他是我的杀母仇人。什么？我的妈妈是他杀死的，他把毒药放在我妈妈面前，
如果我妈妈不喝，就换成我喝。是她杀死了我的妈妈，你还要和她来往吗？那我当初去北平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不是因为你的安全，我知道他心狠手辣。如果他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怕他会加害于你，所以才只是含糊的提醒你要小心，没有把事情告诉我。金宝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 我跟他，你选择谁？雨辉，你现在让我为难了。你选择他。 俗话说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我当初去北平，本是要投奔你父亲的，可是你父亲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他没有多少能耐，是程委员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。是，他是跟你有仇，可他对我有恩呢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刚才你让我选择。 我自然是选择你的，因为我和你，咱俩已经分不开了。可如果你让我跟他反目成仇，我做不到。至少我现在做不到。雨辉，你想想，假如说你的爱人对帮助他的人不感恩，你会怎么样？ 雨辉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会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然后再慢慢的和他疏远关系。你看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不愿意你跟他亲近，不完全是因为他是我的仇人，他现在跟日本人打得火热，就是因为他。 我的父亲才到南京赴了逆，他这个人一心想攀附权贵、出人头地，我真的害怕，我怕你跟他太接近，他会把你引向邪路的呀。是是是，我知道你放心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哎，你看，当初我在北平的时候，他和你父亲参加了自治政府，我还不是去参加了军统，这还不能证明吗？ 你在外面四处闯荡，见识比我多，该怎么办？你自己决定吧。我刚从上海回来，有点累了，想要休息。你去忙吧。 雨辉，你放心，无论是谁，都无法替代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我现在呢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会处理好和他的关系，相信我。啊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
伯父，您这是？你不想和我说点什么吗？伯父，您这什么意思？正好我要出去一趟。重庆到底派你来干什么？ 这个您是知道的呀？我不知道。现在我真不知道你的屁股到底是坐在哪一边。自从你们回来之后呢，都干了些什么？游手好闲，惹是生非。为大局着想，我能忍就忍了。可我绝不允许在我家里出现 与亲日汉奸眉来眼去，沆瀣一气的无耻之徒。伯父，您这说哪里的话？我跟程委员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不过就是在北平的时候，你和他有什么没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们的情况，我会向重庆汇报，有什么话 李军小姐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了。出去走走。对。这好好的出去走什么呀？一个人在家待久了，想出去走走。李军呐。 这满街上都是日本人，万一你要是……何必呢？哎，爸，日本人怎么了吗？南京是中国人的，出去走走都不行啊！哎，你少说两句。李军，我想出去。李军好久都没出门了。 这出去走走啊，也是好的。伯父，我陪丽君出去，我不要你陪。丽君，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只是陪着你，不要你陪。你一个人出去，爸爸实在放心不下。要不让你哥哥陪着您？谁也不要。如果要人陪的话，我就不出去了。我这辈子再也不出去。爸爸。 雨慧，丽君也不是小孩子了，就让她自己一个人出去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那咱们先吃饭，啊？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来，你看，咱们吃饭，都是你喜欢的好吃的啊。佩文哥的意思呢，找个人在后面偷偷跟着就行了。丽君好久都没有出门了，现在想出去啊，也许是件好事。哎呀。 我这胸口疼得厉害，总觉得要有什么事儿发生。雨辉啊，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？伯父您放心吧，我叫刘妈去，不会出事儿的。
家里没人拦你，没有，走吧。程梦媛，你也来了？是啊，玩开心啊！好，再见。 楚老，咱们好久没喝了，来，敬你。好，来。楚老，我和楚仓初到南京，以后官场上的事情，还请您多关照。我们楚仓呢，不善应酬，请你多包涵。来，我先干为敬了。 这个楚公不应酬啊，不是还有程委员您吗？啊，王主席啊，有一天跟我们说，党内要是多几个程璧剑这样的女同志，革命事业一定会早日成功。我老了，不行了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位小姐想认识您，不知道楚老肯不肯赏脸？ 小姐，哪家小姐呀？这个人你也认识，陈默人的女儿。陈默人的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她是有一个女儿，她小时候长得可漂亮了。嗯，怎么，陈默人整天闭门不出，她女儿不甘寂寞了？小女孩爱玩嘛。 这南京一天比一天热闹，这个陈默人呢，不许他出来玩，小女孩被憋坏了。他想跟我做事，我来南京也不认识什么人，所以就想把他介绍给您，请您提携提携他。这个陈默人的女儿吗？楚老。 这个日本人呢，一直想让陈默人出来做事，他就是不肯低头。你想想，如果他的女儿成为我们的人，到时候陈默人还抽不出来呢？嗯，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他人呢？马上叫来。哦。 您请。哼，李军，这是楚叔叔，还记得吗？
楚叔叔您好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，真是小丽君呐！哎呦，哎呀，几年不见，都成大美人了，出落的这么招人疼啊！还记得你小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呢。丽君，赏个脸，陪叔叔跳支舞啊！跳舞好，太好了，去吧。请，去吧，请。所以现在这些人就是这样，管他那个呢。哎，里边怎么吵起来了？大哥，什么情况？找，老爷，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人呢？再去找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伯父，爸爸，您别着急。伯父，这出什么事了？哎，金宝，有没有看到丽君啊？啊？今天他说他心里闷，出去走一走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丽君出去了。丽君这么久都没出过门，家里就没找个人陪她吗？她不让人陪，我们派刘妈在她后面跟她，被她甩掉了。阿星儿媳，别愣着了，赶快去找。好。伯父，您别着急，我相信丽君一定会回来的啊。有金榜在，丽君会没事的啊。回来了，丽君小姐回来了。孩子，是你吗？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你的衣服哪儿来的？你今天一天上哪儿去了？好看吗？爸爸，我觉得现在的南京特好玩，而且我也想明白了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何必要为难自己呢？我以后要天天出去玩。哦，我已经在外面吃过饭了，我累了，要去休息了。丽君，爸爸为你担心死了，这几天你都在哪儿啊？丽君，伯父，丽君回来就好了啊。丽君，丽君，伯父。丽君，丽君，你等等爸爸，你跟我说说。哎，丽君，哎呀，你开门。丽君，丽君，丽君，你的衣服哪儿来的？你都见过什么人呢？丽君，丽君，你开门。哎呀，爸爸老了，经不起折腾了，开门呐。丽君。丽君，你开门吧！你怎么了？爸，你看他，哎，算了，回头再说。先回去吧。什么？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突然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那他出去都做些什么？不知道也问不出。只是每天啊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出门了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伯父问不出来，
就派人去盯。可他每天出去的时候都有车接，盯也盯不上。伯父跟他发脾气啊，他好像没听见一样。现在的丽君跟以前完全不同。和高金榜有关系吗？干妈，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往金榜身上扯？金榜，玉慧，你可千万别误会。你不要想，你帮我。他来找我只是告诉我他被日本人给糟蹋了，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以前没有，以后更不可能了。雨辉，雨辉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干妈刚才提起金榜，我回想了一下。干妈，不可能跟他有关系。丽君以前是喜欢过金榜，但他一直拒绝。这次金榜回来之后，丽君也疏远他了。这就奇怪了，你刚才说丽君从南京沦陷以后就没有出过门，他怎么突然就跑出去了？他去找谁？一定有人给他牵线，不然他不会和外界联系。可是这个人是谁呢？干妈，您不能因为不喜欢金榜就把什么事情都往他身上扯，这不公平。再说了，伯父因为丽君追他的事情跟他发过几次脾气，从那以后金榜见到丽君就躲，现在丽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金榜他不敢上前，因为这件事我还说过他呢。如果真跟他没关系，他躲什么？他不是躲，是他跟伯父的误会太深，他不得不撇清自己。雨慧，丽君可能要出大事了。他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他从小就娇生惯养，没有受过任何的委屈。南京沦陷的时候他又遭了不少罪，所以他想干点事情为自己报仇。可是他能做什么呢？以他的性情和他现在的做法，他做的这些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他太急于要报仇了，所以才会被人利用，而利用他的这个人一定住在陈家。不管是不是真有这个人，但他一定不是金榜，肯定不是。我不跟你争这个，可是我想来想去根本就想不出其他人来。你回去之后告诉丽君，女人最愚蠢的就是认为自己可以拼得过男人。再有就是你要多加注意，看看这件事情跟高金榜有没有关系。如果真的有关系，那就不是丽君一个人的事儿。干妈，你为什么把金榜想得那么可怕？他就是那么可怕。我知道你喜欢他，可是你涉世不深，所以你必须要听我的。为了丽君，为了陈家。好吧，你爹回来了吧？我都不愿意提他。您知道吗？他居然负了逆，都怪那个程璧剑。程璧剑也回来了？还能少了他？我一想起他当年把我妈妈害死，我就觉得悲愤难抑。可恨的是现在仇人就在我面前，可我做女儿的却毫无作为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慢慢来，坏人一定会得到惩罚。
二喜哥，哎，雨慧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喜哥，我想问你点事儿，咱们到一边说话。哎，好。嗯。二喜，哎，雨慧。 他找过你啊？是，他找我问丽君小姐的事儿。啊，你怎么说的？大哥，雨慧小姐她在意你，她怕你和丽君小姐有什么关系。是吗？你放心吧，大哥，我都告诉她了，这事儿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根本不关心丽君小姐的事儿，你心里只有她。 大哥，咱们不杀褚时平了。杀，这事儿得加快了。你这忍心让爸爸站在这儿啊？啊？你开开门吧。你太过分了，爸爸再三再四的求你，你倒是把门打开呀！开门呐，妹妹。李军呐。 你这每天都上哪儿去呀、啊？你，伯父，您都在外面站好久了，外面风大，您身体受不了啊。我让梁子扶您回去吧。佩文哥，啊，你也回去。梁子，哎，过来扶老爷回去。哎，哎，雨慧啊，有些个事儿啊，这做爸爸的也不好提。 你们年龄相仿，你劝劝他。嗯，伯父，您放心吧，您快点回去休息。哎，走吧，爸，你先消消气儿。丽君，伯父已经走了，你开开门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聊聊行吗？ 雨慧，进来吧。伯父为了你的事情，吃不下，睡不着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他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你为了他。 就把事情说出来，行吗？你不是一个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咱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分担呀。有的事情，别人可以帮你分担，但有的事情，只能一个人去承受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？ 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13岁没了家，没了父母的疼爱。自从来到这儿，我看到伯父这么疼你，不知道心里有多羡慕。我们做子女的，做什么事儿？ 不能光想着自己，要替父母多考虑。你无论做什么，都想想伯父。你歇着吧，我先回去了。